环宇球任务。算了，你别读了，换一个人。环宇球游戏规则：场地内贴有1到6分的分数值，比赛中球落在对方领域分数块上，则得到相应分数。若球落在空白处，则加1分。球出界扣1分，率先拿到20分的队伍即为获胜，获得最后一块能量碎片。喂，你们在哪儿啊？我们在荔枝湾大戏台，我们在。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好，发球了。那父王你打个什么呀？吓吓他吧。我发球，自命一发。我相信你哦。四分，卖。加油！耶！我也觉得，来了啊！看好分数啊！漂亮！我就知道最后就是我跟你胜负了。5分！耶！43分！王先打。1分，漂亮！让他们！好，打平了。快到了，准备好吗？我想交给你。Hello， 去哪儿了？我们吃饭去了。好，不能分心。哎，不，你不能这样假动作，不能让球啊！不能让吗？对，你就可以接了。但我真的接不到这个。啊，你跳下去，最后1分了。Hit！ 结束。好，耶！你看，你网是。Thank you.有几球，他说啊，这个为什么要打呢？这样，哥，出界别打。好像谁啊？徐一鸣。肯定是他啊。对啊。那你怎么知道是他呢？不管分数吧。啊。早上。
我看他有两个手机。你为什么有两个手机啊？广州塔。啊？没有。哎。目前能量源被分裂为三块。啊！你为什么有两个手机？哎，能不能别聊了吗？别聊了，别聊了。所以咋了？发生啥事了？大力是卧底吗？我感受不到谁是卧底啊，但是一定是有卧底。是不是你？我不是。旁边给我过来。是哪一方的？你说。你要不说，我就把你男朋友名字说出来。好，我要跟你们说。好，我是卧底。戴眼镜。我是卧底。你的同伙还有谁？没有，就我一个。我发誓，肯定还有一个。我发誓，我没有保护谁。大力。啊，大力，我是。我是剪刀队的。到底是不是卧底？我真不是，我不会骗人的。我跟你讲，绝对不止我，但我只知道我是，而且我不是什么卧底，我就是他们那组的，没别的。红火呢？红火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两只手机你们看吧。拿去！我当卧底，我装得很累，我也不想再说谎了。啊、哦，你看这边石嘛，石就是石头队，剪就是剪刀队，对，没有错，我就是一个双面人。哎，大力，你口袋里有两个手机吗？我一个都没有。哎呀，我是真的是剪刀队。那你的手机呢？我手机坏了。走，你跑掉干嘛？走，没意思，管他什么意思，先走再说。你快给我解释一下。那我是跟着他们吧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走了。你先跑。你在后面是掩护，他要抢，你把这个给他。好，快走。别吵，我真的是你们的对象。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给你们看。什么？我就传给他，不然就他是卧底。我先赶快。没有哎，这应该是给我们的一个线索。藏有玫瑰的线人，注意，目前只有我们得到了这条线索，看完即刻删掉。对，那就对，那真的是他，那真的是。同志，终于找到你了，辛苦你，我有卧底，张妞辛苦了，真的辛苦，走，辛苦了，今天早上你真的很辛苦，走。他把我们像拿走了，宝宝呢？还等什么？我着急，他不知道密码的。零。什么东西里面？所以嘞，所以我们任务完成了，是吗？对，问题是我们要去哪？部队有人给我们发信息了，彭校长给我发短信了。各位，好久不见，我是步行机器人，因为我势单力薄，知道寻找能量碎片抢不过你们，幸好有机会让我发现了能量源启动装置，想要重新启动能量。圆就在广州的海星沙找我吧，走吧，海星沙，走吧，走。那我们四个都剪队是吧？不会有卧底了？也不一定啊，我们去那个海星沙吧。啊，说不准啊。这可以上吗？我有兴趣。这不对啊，这是不是假的？不可能，他没有必要搞这么多复杂的东西。哎，对了，哎，那你走好吧，不可能。你知道吗？来，我来玩一下。然后还要证明你是真实人。啊！你不知道他从头到尾一直在那怀疑我们，烦死了！哎，他是卧底！不好意思啊！哈哈哈！走。不是他为什么要抢走？他不是卧底啊！
什么节目？我的天哪！卧底，反正我们现在只要去海心沙了。为什么你是卧底？我的身份已经曝光了，一切之下没法回头了，我们一定要一个人过去海心沙。你赶快跟我接头，我们赶快把药弄起来。喂，老大，你这个老大也过得太轻松了吧？怎么样，都拿到吗？三片全拿到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你告诉我，你要见面，你给我什么奖赏？没问题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快回来吧，我在海心沙等你啊。其实我是个好人，我也想做个好人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蛮佩服马苏的，然后我蛮对不起那个西西的。亏我这么信任，为什么你是卧底？马苏从头到尾怀疑我跟西西，换我这个。不要。为什么？万一是卧底怎么办？那你要真担心，就换我这个了。那还是算了。你为什么呀？他什么时候放下戒心的？三片都拿到了，上车了，门关了，人走了，他才放松。这个时候，我脑袋一亮，烦死了。他在录什么节目？我的天哪！加快行动的速度，把宝石的碎片找到。请这个评分老师给分数，哪一队可以拿到？儿子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！哈哈哈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？对啊，他是卧底，我很理解他。但是我们游戏是结束的时候他才走了，干嘛呢？没有啊，他肯定是布派的，他是剪刀派的。我们他剪派的，他搞不好是布派的。没有，他是剪派的。有人是布派，布派不就一个人吗？现在小冉是一直没有出现过的。对，到底有没有？他说了，让我们现在去那个什么地方，海金沙。最后的任务地方。